紫皮卡的获取，宝子们是不是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？关于今天更新后的活动奖励呢，首先就是宴会签到，共有9天，每天完成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，然后就是宴会的剧情活动，本周最终能够获得小说家奥菲欧的皮肤，后续应该就是归宿的黑白棋盘什么的。接下来是这个周年艺文，跟随小女孩一起参加5周年聚会，每天和不同的角色互动会解锁相应奖励，有角色解锁卡和蓝皮解锁卡。最后呢是周年赠礼，完成相应的任务获得宴会礼盒，然后把礼物送给相应的角色，不要送错了哟。第一周的最终奖励是小女孩的动态头像，第二周是动作解锁卡，第三周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紫皮卡啦。时间是今天一直到4月19号截止，和现实返场皮肤的截止时间一样，所以想拿紫皮卡换皮肤的宝子可要看好时间哦。还有这个游戏一旦最终选择揭露来历，结果失败了，你们选择的都是谁呢？